这个陷阱是有什么意义？干嘛？啊！干他遮住我没嘴。干嘛？我先去存钱，再来救你。痛炸熊！啊！我笑了。哦。其实啊，我在想，等到下一关再救你比较好吧，不然我就可能对啊，他那边我已经很被挤。等下一关，等下一关。下面有陷阱。好了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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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因为我看他上面走得很顺，我就没看到那边，就往前走。不不不，你没看到我们两个走到一半都停下来吗？我没注意啊，还并没有。哎呦。这就走入不堪入的下场。哎、欸，打完了，走那么快？等一下，东西哎，存哦，存哦，存哦，17%哦，记得啊，有东西啊，记得放啊，放了都放了。哎、欸，我刚也17%哎、欸，对吧、啊？好像最高就17%之类的。哦，下面是他血量，我现在才看到。对，下面红的那块是血量。哇！哎、欸，怎么没蝙蝠？还没。他应该是到血量中断之后。没有来了啦！来来来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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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阿北，你小心哦、喔！因为蝙蝠都是在角落来，你的那个位置会……啊！两千两千。看蝙蝠太靠谱了吧！我在杀左边的蝙蝠，反正打王靠用不到我。哦，哎、欸，有水要自己喝哦。为什么？我觉得圣母不会扣血啊，不是幻觉吗？没有装备能力啊！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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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让我去救你，我去救你，安啾！我想说，奇怪，我不是躲得远远？哎、欸，为什么？不是我这我被蝙蝠围殴。可以哦、oh, 有了有了，我可以升级那个了，来升级一下，先升级矿工铁匠哦，应该是铁匠会比较好吧。Misa 一级矿石交易员好像可以买矿石欸，购买或出售矿石。对啊，哦，可以购买矿石欸，那是钱啊，这是钱哦，把矿石卖成钱哦。对，或者是就是或用钱买矿。对，欸，天空，这个先点的蛮好啊。不是啊，像上一场啊，我们救人就是救到快把王的血磨掉了、啊，可是刚救人死掉了。你看一下说明哦，这个是升级武器跟盔甲嘛？啊，可是我们去盔甲不知道干嘛啊？这个是购买或出售啊？这边英文哦。啊，这个是购买你升级的药剂啊。
说出售矿物或药剂。好，出售矿物药剂买了。那他会在哪里？他会在哪里？嗯，是陈真跟变的，对吧、啊？哎、欸，矿石商人在那个金矿洞旁边这里。好，来看一下，1500块花买一个矿石。好，购买10个矿石15000，也没比较便宜啊，一次买10个啊。嗯，够一个矿石。它应该只是一个选项，让你一次可以买多点，不需要一直点。啊，出售个矿石是多少钱？200块吧。法师，请乖乖选药剂，听到没有？法师类的。哎、欸，打了。没有啦，他说如果有药剂的话，好乖乖，都还没记住。哦，对，矿石它上面有写，出售矿石获得200块。宅，好廉价、啊，好穷啊！杂货商人，这可不可以打爆啊？这门要找到钥匙、啊。我，他旁边不是有一个红色的东西吗？他好像那边写的上面好像缺了什么，应该是有一个东西放上去以后那个门才会开。我是这样觉得。啊、走，觉得矿石是不是比钱还缺？对啊，对啊，只有钱没有矿。安啾要走了，安啾。啊！矿物，矿物，矿物。喂喂喂！东启会为了卖矿而赚钱。干，这是啥小？总之，我走过去一定会死。最可怕的是最下面那一排。对啊，这感觉是要你要冲三次哎、欸。对吧，阿伯？你可以走到右边，然后开始往下冲，往左冲，往上冲。你用走到左边的那个发射口，然后再走到这里嘛，然后开始往下冲，往左冲，往上冲，对不对？冲，冲！等一下，我再算，我再算。你是要冲到最底哦？没有哎、欸。哎，为什么你有技能了？不对啊，他没有解谜吗？为什么你有技能了？啊这个咧怎么解？刚刚不是有商人可以买吗？商人，商人，就我花了300块买个技能，在哪买？城内啊。哦，这是怎么过去？对吧？不好意思，走吧。那一关，这是有什么机关啊？没东西了。哎呀，贝，刚才你看到那个什么裂缝是长什么样子？很明显的吗？我不知道，我只是沿路在敲墙壁。是不是那个有眼睛？是吗？因为有时候看到裂缝上有眼睛、啊。对对，我之前有看过有地方有是有眼睛的。那应该就是，嗯，你可以等一下看到的时候再敲一下。那看到有些地方就特别有一区，怎么这么黑？应该有方块。
才那个陷阱。算了。哦。哇。哎、欸。他说要去办事情啊。没有啊。是啊，我刚。是不是？遇到了。嗯？一个意想不到的礼物。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，到这里。哎、欸，这什么？我不知道这什么。我先去捡装备。怎么了？先捡啊，先捡啊，先捡。紫玉子应该不是有危险的东西，坚固圆盾可以。好、啊，谁按？阿贝。他给了我一些经验值。你想要运送金币回镇上吗？哦，是免费运送金币的。哦。可是他刚刚给我经验值，为什么你有？哦，解锁成就。那个是在哪看到啊？它长怎样？你说什么东西？刚那个，刚刚那只吗？对啊。这里我一定会死。不会啊。哦，会啊。就这样走过来而已啊。哎，为什么？刚刚时间还在跑哎、欸。哎，我不能开箱子。我不能开了哎、欸。哎哎，我也不能发招哎、欸。为什么？我是可以放招啊，我不能开箱子，为什么？还是刚刚那个我们没有钥匙，是吗？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钥匙的问题。我的左键技能没法用了。你怎么变成在标记啊？你在？对啊，我按到什么？我也是可以这样，你按到 auto 了吧？ auto 才能这样子啊。哦，对，嗯，但不小心按到了。哎、我按 auto 什么没有？我头按着啊！哦，这个是我的。远程支援，太远了，手太短。走过来就好了，麻烦死。我可以开技能冲过来，很方便。啊，这里呢？左边钱要先拿哦，不然他们关起来哦。一个人拿吗？大杯。把你被关在里面哦、喔，拿完记得出去哦、喔。欸欸欸欸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他就在下面吃啊，去吃苹果啦。下面还有，不然你就喝水，喝水还可以捞水啊。嗯，这个宝箱又可以开了，奇怪。哪个？你怎么知道宝箱？刚刚那个宝箱可以，刚刚那个宝箱可以开啊。啊，我为什么这个还是不能开？什么？欸，可以开了。你们刚刚那不行啊！我是说刚刚那一个、啊，我刚刚踩的那一个，还是假的？欸，他叉叉哎、欸，贱吗？假宝箱，喝水。右，现在应该要往右下走吧？啊、嗯，下面还有路哎、欸，走哎。哦，没录了。嗯，扛了两只刺猬就觉得，我没有卡 bug， 不可能整天有 bug 吧？有口。第一。捡钱捡钱！哦，嗯，流浪商人在哪？我要买东西。
我挥霍我的钱。纸没说，这买什么？好像没什么。加10%伤害，建筑。我买加10斧子攻击的。那几个队友都没什么。你不要乱用技能啊，贝！待会你魔法用完你就糟糕。要死哦！他是在那怪那边一直顺来顺去。不是啊，我不是。那刚刚你顺来顺去是谁？我没注意到有一只大只的。哇，他怎么变了好几只出来？他死掉就后道啊。但现在这里要小心，会不会有？为什么会结冰？谁的啊？谁的？我的技能。你吃的也是很客气耶，对吧、啊？你连恐龙让你都没有。哎、欸，照着走，照着走，照着走。不是有些撩妹的那个吗？撩妹的语录。哎、欸，怎样？然后恐龙的话，它就是敌我可以让，但你我不行。哦。哎、欸！我操！整路都堵了。快跑、啊！怎么了？这里交给我。你怎么了？哎、欸，放心，我要死了啦！你有喝水吗？可以喝水吗？是可以，我不想流到这边喝啊。左边那边好像还有一个那个水泉。好，这边。那我知道下面还有一批。要这里。对，我的位置这边还有一个水泉。好。哎，小心。哎、欸，我这边开了一个宝箱啊，可以来捡。啊，哦，加开，哦、哇，圣母！没事。那你要等下往左边走，右边走。嗯。哎、欸，他们是会卡住的、欸。哇哦！哇哦！因为太肥过不来。很真实。我干，太多了吧？在这里。屁呀、啊！这哦，不过来，他卡住，太肥了。打多久？水泉就几天全部哦，没有，那是每个人看到的都不一样。前面的人捞过之后，哎、欸，花啦！哎、欸，小心啊，阿贝！哗啦！不是我，啊、你那个位置会中花啦。有花啦，哗啦，哗啦，妙蛙花，上面还有一个，哎、欸，红色的那个，红色什么？是的，好多线，他往你走过去哦，萌萌，没有，有空间躲，萌萌，赶快闹出来，有空间躲，那个位置有空间躲。干！玩个游戏怎么出那么多汗、啊？这里有苹果，啊、这里有苹果。苹果，繁星丝这边有苹果。怎么过啊？不然苹果留给阿贝吃啊！阿贝冲过去。哇，我都哎、欸，那边有眼睛呢。哪里有眼睛？现在你前面那个洞里面。啊，没事。哎、欸，是什么？可下次又不能开了，就说要钥匙啊。哦，所以有些要钥匙、哦、箱子是要钥匙哦。虫洞吗？就那个有钥匙孔。嗯，不是啊，
没东西。好险那边我关了。没笑哦。那应该不是那个眼睛哎。对，不是哦。对，因为我一直打他没反应，还是阿贝你去打一下。哪里有眼睛啊？这个吧。这里。家是苹果、啊、哦，这个。为什么你的技能变得会左右动、啊？我直接走干。哦，原来有眼睛是直接走、哦。那刚才那个地像地道那个是什么？不知道。阿贝，你在挖一次。我在沿路敲墙壁。应该是很，可是现在看地图应该是没有那种洞了。刚才那个洞很大。第三层，我觉得下一关就是大王。我的那个下面道具没起。啊，看不到。对，我的技能会弹，撞到墙壁会弹。不是、啊、你原本技能就是会左右左右动吗？左右左右。闪电的、啊，你普攻会闪电的撞啊。就原本不是这吗、哦？对、啊。而点天赋是不是？对啊。往墙壁打就可以那个了。不是啊，我说你普攻，普攻不是哎，好、没事，没有、啊。送点东西啊，我有矿。我有三个矿，可是现在几趴？下一关就要打王了吧？快啊、哦，送一送啊、哦。啊，先送吧，他会死掉就那个。啊。黄了，怎么这个可以送啊？对，干嘛干嘛叹气？站右上角，好了吗？没有那个道具真的差很多哎，被扣三分之一哦干，糟了，没血，烦哦，哎呦，这是应该比较好一点啊，至少我们前面都没死过、啊，就不用怕，就不用怕因为水死掉而死掉了。剩一千血，剩一千血。我技能是不是对 boss 没用？那个冰冻对 boss 应该是没用。嗯，我看就没点到他。嗯，好、哦，没事。我获得成就，你们应该也有吧？没有成就，杀250只。啊，因为你猎人，你那个扫比较快，扫那个。哦，这不是个别的哦。快死了，他快死了，他快死了。阿布，十二。当店家有更多的代售物，就是卖的东西。有没有？对，往上走。哇，这绳子也是金色的。哇哦，下一层喽！监狱，我想回去，放我回去。这要在某处打开。嗯，看来又是机关的。这蝙蝠是啥小？蝙蝠好多、哦。这虫，有花有花，前面吗？对，左下一点有花。哎、欸，要背要背要背。我喝水了，我喝水了。好了，我再射了。水了卡点。卡点啦！对不起。刚刚有人往前冲了一点点。我站在最后面哦。我知道。我不知道是谁、哦欸。有另外一个火哎、欸。对。哇、哦欸、有人哎、欸，人形哎、欸，有人会射箭哎、欸。看太奇怪了吧，这三小。加油。
加油加油！哦，哎、欸，那个谁，天空还在吗？啊，伙伴是干嘛的？小宠物是干嘛的？真的是会捡道具吗？加油！我来 Google 一下这游戏的资讯，先别救我。看废物，正大光明偷懒。哦呦喂！哦，我刚刚是站这个位置哦，原来不是，对不起，我误会了你们。当然这边会被打到。对，它距离很远。科学啊，也可以了，就这里。对。为什么不打你？啊，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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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喂，为什么？不管，我要把它借起来。太难打吧？会打这个、啊？天哪！这血量有变多啊？不觉得吗？有啊。你现在65。不是说怪物血量吧？啊、怪物血量哦，对，厚了，厚了不少。哦，你们都残血了。哇，我的画面都是红的哎！右面有橘子，右面有橘子。那我一走过去还没吃到就死掉，不会吧？哎、欸，烧怪哦，好爽哦！烧怪哦，烧怪塔吗？现在后面就没了，不，先吃橘子了，你们右边右边。下啦，等一下，你看吃什么啦？叫我去吃。我来挡，想要我死？不是啦。要给你！哎，剑！哦，罐子会爆！原来还会有爆裂物哦！完了，我不能再靠前了。哇、哦，没有苹果！这游戏不是才刚第二关而已吗？对啊，为什么那么难？蝙蝠啦，木木木，我怎么叫阿尼木木？哎呦，神木，没看到蝙蝠，因为它太黑了。这剩四滴，哎、欸，撑一下，撑一下，那个在这里，快点运送在这边，撑一下，回家的路在这里。回血好慢。好、啊，先把东西弄走。哇，25%。隔壁有干嘛？好。他、啊、不要有东西爆出来呀。好、啊、好。那桶子不能打破吧？可以啊。他不会爆吧？就是会爆啊。等一下那个爆炸，然后我死。后面那好多东西都在某处打开，所以某处有机关咯，应该是机关是墙壁的机关吗？像旁边那个老房里看起来就有钥匙。下方那边有个中间有个红色叉叉的东西，不知道会不会是哪一个？有可能。稍微哇，蟑螂啊，没事，东西。哦，没有，那个是花，那个是花，红色叉叉代表花。哦，我刚打开，我觉得那是瓢虫。那边很难过哎，小心小心哦，小心蝙蝠，小心蝙蝠，小心蝙蝠。哎、欸、屁。哦，没事。哦，有什么机关可以开啊？老头，你躺有点久了，要不要起来啊？好啊。不过先把那个花处理掉吧。都在弄。没有机关呢、欸。可能我怎么看打到我啦？妈，伽罗的这个也没有那么长啊，伽罗的翼也没这么长啊。而且还有新的怪引过来了，这个是
是。这边已经是出口了。说好机关嘞？对啊，没机关了呢。哦，写钻石。啊？怎样？啊、哦？我先离开一下。老头，我来了。哎呀，躺好久啊，这地板不太舒服。地板那么脏，你躺得下去？我躺得下去啊。啊，我要去存了。啊！母被冲出来的蟑螂差点咬死。我刚刚就这样啊。墙壁。某处打开怎么开啊？阿兵几趴？16。你16%？我怎么16%？十六。什么东西16%？一回家。我刚才也是20几%哎。有人开东西哟、哦。有我看到你看到什么？你不会等我们哦？不是，我去给你们看，给你们看。好，你在我。你是在哪里开？开上面啊。按钮吗？还是？嘿，我就想说这里可以走过来啊，我就想说进来捡钱，然后看到这里有个可以按 F 的地方。哎、欸，我刚房间才来过这里啊。我知道，没有，我们没进去啊。啊，对啊。干，给我吃，哦、拜托。把画面一直红，又开台很丢脸。早安。可以，那是不是所有房间都会有东西？没啦，所有房间都开了，开关。一开始那边，嗯，应该都没。就是空房间呢。是吧？地图，对，地图上好像没东西。耶、挽救你起来是有用的。可是你们现在连起来。绿色的啊，连绿色的啊。哦，这边有记东西的，现在几趴？哦，我要先记一下，我身上两颗矿石。27%哦。可是只能记一次哦，如果这边有达到那个的话。先等一下吧，这还很前面。啊，还没有到很后面。再开台。哦，算了，我要存了。等一下。好了，可以死了。我不知道哎、欸。宝拉不在吗？我剩半血，我也是半血。哦，敢差点就走过去了。盾牌可以格挡，对吧？后退！这过不了。无法支援。哇！要死！要阻止了我。量太多了啦！幸好我先存了。好险，刚才也存了。哇，那完全是一波爆团上来的。对啊。啊，我买那个吗？药水的还是升级还是那个的？看你啊。药剂还是铁匠？看你啊。好啦，铁匠。8000块。所以升级什么？铁匠啊，我看铁匠了。耶！护甲一，武器一，暴击率一，鞋子一，哎、欸，哦，贵啊！靠，感觉是先这个才对啊。对啊，一开始啊，都一样。哎、欸，我全部买完了。哎、欸，我买完了，便宜，怎么那么便宜？加起来才花了3000块。哎、欸，我解锁成就。哦，接受什么程度？哎、欸，水桶就是收集金币跟收集矿。哦，你点它，它有血。遗王之塔。
这样还有什么东西？的药水。接下来就是二级的商店。对啊，他二级技能是要怎么开啊？对啊，我开啊。我要思考。开啊，看一下铁匠，看一下工会。哦，有有有，工会有个二级工会大厅可以解锁二级技能。哦，哦，要十个，好，赚钱，买矿，刷，赚钱买。啊，我上个厕所等一下。好，税率。我也去上个厕所。会不会是看你的钱的多寡？哦，汇率。你的钱上来的钱吗？好像是吧。一开始他们是花钱，然后换矿，然后就开上。对啊。哇，这个有得玩，可以整天站在这个游戏疯狂的刷。我觉得那个刚才我们打不开的箱子，就是要在杂货店买这种钥匙。钥匙去。有了。圣母嘞，回来了没？圣母。还没。再等一下吧，他可能。没关系，他会活得很好。我们走。钱。感觉第一关的王两个，如果真的是两个游侠的话，一人站一边，开技能去扫一遍。接招！哇！哎、欸，有起司哎、欸！哎、欸，开了！啊！我们相信你会活得很好的。不要挑战，五十滴血。要挑战，靠这三小。阿贝，啊、阿贝，你怎么往那边？